我而家係用法陽神性情查經法咧，嚟到引導大家查經。咁咧呢個查經法咧，基本上係我整個生命都係環繞呢樣嘢嘅。咁係因為即係我睇到神嘅恩典。當我越睇嘅時候，我就越覺得神好；越諗就越覺得神好。當我諗到我得救，神點樣用不同嘅方法救我，咁我覺得非常好。即係神好有耐性，好有心機，好有計劃。又不會看小我。當我想到神怎樣興起我的生命，是多次我不聽話，但是神依然繼續很耐性地去幫我，即是神是很有耐性，很有計劃，真的很看重我們的。當我開始看到這些的時候，我也看到很多人都其實很軟弱，但是神一樣沒有抌低他們，即是看到神是很錫我們，很關心我們。我就看聖經，我就越看越多了。咁好多時有時人咧就會用人嘅角度睇嘅，即係譬如話人嘅角度睇就話用人嘅角度睇聖經喎，即係話譬如話睇到咩經文都係話譬如耶穌講到呢、這個你睇嗰啲百合花又唔耕又唔種，但唔紡唔織，但咧佢哋所著嘅比所羅門所著嘅更加靚咁啊。咁佢哋睇咧就睇到我們有問題有需要就告訴神，神就會幫我們，這個是人的角度。我有問題找神，神就幫我，這個是人的角度。但神的角度是什麼？神的角度就是他，大家看不看到這個經文說那些百合花又不紡又不織，是為什麼它會這麼漂亮呢？是神，即是神呢，一朵小小的花和很多種不同的花，他都特別設計讓它很漂亮。這個就是神的智慧和神的愛，因為他想我們享受。那你這樣看的時候，哇，神都照顧一朵花，何況我們呢？那你這樣想的時候，你就說哇，我真的很有福，我真的一個很有福的人，我真的是神特別看重的人。即是看到經文的時候用神的角度看，連花佢都會照顧，麻雀佢又照顧，何況我哋咧咁樣？咁嘅時候，我哋越睇咧，其實我哋使乜擔心咧？我哋前路神已經知曬㗎啦，我哋行咩路神已經知曬，神有計劃，所以個人根本唔需要擔心，唔需要憂慮。呢個就係用神嘅角度睇，用人嘅角度睇就係話嗱，你有擔心你揾神啦咁，咁呢個都係好嘅，你有擔心揾神，神會幫你嘅。但呢個用人嘅角度就係我有困難揾神啦。神幫我，即是我有困難的，用人的角度，但是就不會看到神很大的恩典。用神的角度就說，他已經老早知道，他已經老早定義祝福我們，老早定義幫我們的，那就變成就用神的角度看每一件事了。譬如就算發生一些不幸的事，都說神是有他的計劃，有他的旨意，有他的供應和幫助，我不需要擔心的，神一早已經有預備。即係整個生命諗翻，我會信主即係一個神蹟。我哋信主之後會成長為神蹟，我哋會經歷聖靈一個神蹟，我哋幫到人一個神蹟。咁樣樣都睇，哇！原來神咧已經鋪曬條路很好好㗎啦。即係用神嘅角度睇咧，就會覺得樣樣都很好好，就唔會話覺得自己慘，唔覺得自己辛苦啦。咁呢個就係一個基本上解釋發揚神性情查經法。其實佢唔係只係發揚神性情，亦都係發揚神嘅作為。神的心，不過用性情又包括多一點解啫，即是一個用神的角度嚟到睇聖經同埋睇生命的方法。咁一間我都會再解釋嘅。好啦，咁但係呢度咧，我哋而家試下睇呢個經文，就由呢個經文去試下諗下喺呢度講咗啲神嘅咩工作咧。咁同埋呢個查經法亦都會有一個對比嘅，就係對比。人的反面例子他沒有做，之前你記得我講過就是發揚神性情講道法，都是類似的，即不過是查經一個是講道，即是人神就怎樣慈愛，但是人是往往很自私的，個自私就襯托了神的美善，人總是有自私的。很多人去教堂他是想自己得救，這個都是好的，神歡喜的，但是他基本上想自己，想找朋友，很多人就想找朋友的。人
嘅對比啦，即係神咧就係一個祝福，但係人咧總係我得到啲乜嘢咧咁樣。就算服侍都係個人都係，即係所以聖經都有呢啲鼓勵嘅，神會賞賜你，今生來生都有賞賜嘅。咁但係咧，如果當人真係被神嘅愛感動咧，就有時就唔會計較我得到乜嘢啦，因為深信神一定會俾我哋嘅，都啊同埋喺神裏面已經好豐盛啦，我都唔係啊神俾我好歡喜，我好感激。但我不是想著我做一樣東西又得到些多些什麼東西的。好了，羅馬書四章三節開始至到第八節在一起讀，經常說什麼呢？說亞伯拉罕信神，這就算為他的義，作工的得工價，不算恩典，乃是該得的。唯有不作工的，只信稱罪人為義的神，他的信就算為義。正如大衛稱那行為以外蒙神算為義的人是有福的，他說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，這人是有福的，主不算為有罪的，這人是有福的。大家再看一次，然後呢就一起去想想在這裡有說一些什麼神的工作。有時有些經文未必直接說神的恩典，有些未必直接說的，是他你要去思想的。有時在聖經其他地方有講，即是那個關於這方面 的性情，即是說譬如有時有些人說啊，這個經文講愛，那個經文又講愛，那個經文都是講愛，那些個經文都講愛，但是呢每一個經文有少許不同的，有些是接納的愛，有些是赦罪的愛，有些是關心的愛，有些是在那時候幫助他的愛，即聖經都有不同的講到神做不同的事情，即是譬如那個十二年血流婦人就是一個呢接納他的愛，女兒放心你信就有，那個行淫時被捉的就是一個無條件的赦罪的愛，彼得犯罪之後未犯罪之前呢，未否認耶穌之前，耶穌已經說我已經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於失去信心，當你回頭之後你要堅固你的弟兄，就已經說呢我已經為你祈求，我已經即其實這個裡面也有一個含義，就是我已經接納你的，即你就算我知道明知道你今晚會否認我，其實我已經接納你，不單止接納，我已經為你祈禱，叫你不要失去信心，然後你就去幫你的弟兄，即這裡看得出不定他的罪的心，為他祈禱的心，還有他未祈求耶穌已經有定義赦免他的心。即每個經文所講是有些不同的，神的愛都很多元化的，即好像媽咪那樣，有照顧的愛，有關心的愛，有明白她的愛，有照顧身體的愛，有照顧感受的愛，即媽咪都有不同的。好，大家看一看先，我們逐節逐節看，第三節開始經常說呢，亞伯拉罕信神者就算為他的義，算為有個咩重點字啊？算算即係點解啊？大聲啲，未合格，未合格。OK， 其他人咧諗下算即係點解？成為。成為 OK， 其他人呢你試下講下，睇有啲咩嚇？勉強 OK， 算即係話，譬如話，算你得啦，咁啊算你合格啦，係，算係乖啦，即係話佢本身係未合格。不過呢當佢係嗱，有時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呢個係好似即係你都未合格，即係可以咁睇喎。所以一個經文咧點樣睇咧，又在乎嗰個人嘅心態。如果你話咁，即係神即係話我哋唔得啦，睇低我哋啦咁。但用另一個角度睇咧，點樣睇到神嘅恩典啊？呢句説話。你經。俾機會我哋，係 OK。
點樣機會啊？學俾我哋去學習。OK， 嗱，我想第一，我哋想了解呢個義算為他的義係咩嘢意思咧？喺呢個經文咧，上面下面咧，譬如第二節講到阿伯拉罕因行為稱義，亦或係有因信稱義嘅，信神算為他的義。然後第六節、第七節、第八節所講呢個係講到乜嘢咧？神蒙神算為義的人是有福的，在行為以外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，這人是有福的。是講到乜嘢嘅稱義啊？即係乜嘢？因信稱義。因信稱義就是一個赦罪救贖的稱義嘛，係咪？好啦，咁啊睇翻呢一度啦，就係話咧喺。阿伯拉罕信神者就算為他的義，這個算為他的義是什麼義啊？因為信，大聲一點，他的義是因為他信，不是因為他真的有，他是，是，但這個是什麼義啊？哪一種義啊？這種是，上下文所說的是什麼義啊？是赦罪，救贖的義，或者就是神的義加在我們身上，其實義同埋赦罪有少少唔同嘅。赦罪咧，即係將你嘅罪赦免咗，然後咧算為義，或者義袍喺我哋身上咧就係點樣？即係嗱，譬如我用一個例子，有個人係殺人犯嘅，咁嗱，法庭話，嗱有時係法庭。話揾唔夠資料，所以揾唔夠證據，所以放佢走。嗰種又唔算。個皇帝話：係啦，我知佢係殺人犯，不過咧大赦，放佢走啦。嗱，嗰種咧就係真係佢係有罪嘅，知道佢有罪，不過咧就當佢冇罪。呢一種嘅情況，即係呢個算為義，就話佢本身係有罪，但係算佢為義。OK， 嗱，咁由呢一樣嘢咧，有啲人就會睇到，即係唔合格啦，自己。這是一個可以說反面一點的看法，但是如果用正面看神的性情是什麼呢？愛和憐憫。愛和憐憫，愛和憐憫都很闊的，是哪一種愛和憐憫呢？是哪一方面的？饒恕的愛。是的，饒恕的愛，稱義的愛。首先我講到稱義和赦免的分別，就是說什麼呢？那個殺人犯當佢冇罪，當佢冇罪咧，咁佢係唔係變為無犯公民啊？唔係喎，佢當冇罪啊，即係佢就唔係佢係變成為無犯公民。嗱，算為義咧係點咧？即係義袍加佢身上，喺神眼中佢就好似完全聖潔公義，好似耶穌一樣。所以算為義咧係將神嘅義放喺佢身上，即係加啲嘢喺身上。所以如果講到神的性情和恩典在這方面是什麼？即是你用神的觀點看阿伯拉罕和我們算為義，即是他的眼光是怎麼樣的？他眼光是不是看著你每個都不合格的？他眼光是看著什麼？接納係啦，我直情算你為義喎，即係喺我眼中你就算為義稱義，所以稱義同埋算為義嘅意思一樣嘅，即係話你係義人，即係好似喺個法庭嗰度，嗰個人咧就明明犯咗法喎，跟住個王話宣佈佢係無罪，並且係算為無犯公民啊！呢個喺人嘅世界上行通嘅，冇可能。但喺神嘅天國咧，就可以咧話完全赦免你，並且有耶穌嘅義袍。呢個以賽亞書內一章十節嗰度有講到呢、這個，以拯救為衣給我穿上，以公義為袍給我披上，好像新郎戴上華冠，又像新婦佩戴裝飾，好似新郎戴華冠，新婦佩戴裝飾咁靚。因為一個人通常最靚嗰日，起碼有一日佢肯定應該靚過平日咧，就係結婚嗰日啦，係咪？
咁咧，我話即係以拯救為依給我穿上，以公義為袍給我披上，就係講到呢個神嘅義袍啦。所以如果用一個神嘅恩典、神嘅性情嘅角度睇咧，就係神嘅喜悅我哋，即係神明明睇到我有罪喎，明明好多罪，但係佢算你為義，因為耶穌已經付曬嗰個罪代價，所以神眼中就好似冇曬罪一樣啦。喺並且有神嘅義添咁。咁所以你咁睇咧，就係神嘅禮物嚟嘅，一個恩典嚟嘅。佢嘅性情啊，就係神嘅性情咧，就係乜嘢咧？神嘅性情就係赦免嘅。所以有啲人成日都話：，唉，神啊，我犯咗好多罪，我又犯罪啦，我唔敢祈禱啦。但係神係一個咩神啊？啱講完赦免同埋中意清義嘅。你一有罪啦嘛，即刻神啊，我需要你赦免我啦。咁啊，神係好歡喜去赦免我哋嘅。咁咧，即係話呢句説話就。俾我哋好簡單咁相信，哇！原來神係咁樣嘅，可以由四節啦，比較特別啲喎嚇。作功德功價不算恩典，乃是該得的。唯有不作功的，只信稱罪人為義的神，他的信就算為他的義。咁呢度咧用呢句説話咧就用一樣實際嘅嘢嚟到去比較咧，就會俾人感覺得清晰啲喎。他用什麼實際比較啊？做工會得到工價，得到工錢。那呢，如果你做工得到工錢，那就是你當得的啦。但你沒有做工，你就上班，但你那天病了，你坐在那裡，老闆一樣照給人工你，那這個就是沒有作工，或者甚至他沒有上到工。當然現在香港有呢啲咩現蘇啊、勞工保險啊，咁佢病咗都可以有錢攞嘅咁。咁但係如果當冇呢樣嘢，明明個工人係冇做工嘅，但係咧個主人咧就一樣俾工錢佢。呢、這個世界有冇呢樣嘢㗎？有時有，係因為嗰個老闆出於愛，但係多唔多啊？佢會唔會話我以後都唔翻得工啦，我就廢咗啦？我老闆好啦，我日日俾出，我日出糧俾你啦，咁會唔會咁樣樣咧？呢個世界上係冇呢樣嘢嘅。其實有啲老闆聽到有啲好悲慘嘅故事，就是、有人做工受傷啦，佢就總要揾啲方法整走佢，整走佢唔使俾嗰啲錢啦，即係有啲咁樣嘅情況，或者個責任唔喺佢身上。好啦，咁呢度講到話咧，作功德工價。善恩典是該得的，不作功的只信稱罪人為義的神，他的信就算為他的義。在這裡我們看到神的性情，也看到人可以做什麼以及得到什麼。在這裡看到神的性情是什麼？很慷慨啦，是啦，這些肌肉試都可以的，不要緊的，不一定要說得最準都 OK 的，試一下慷慨啦，仲有咧，中意分享啊！即係其實喺即雖然人配得有嘅嘢，但佢係總係好想俾人嘅祝福，好想俾人嘅。OK， 你有冇識得一個咁嘅人啊？年青你就想俾啲嘢你嘅。情侶嗰啲就情侶嗰啲，有時係帶條件嘅。即係當然有很多都是有愛，不過咧結咗婚就會考驗出嚟係帶條件呢個冇帶條件。母親啊！佢追嗰陣時咧，母親嗰啲就冇條件嘅，即係母親係好好特別。無論人嘅母親同埋動物嘅母親，我都覺得好特別。係啊，母親呢個好偉大嘅。係啊，好偉大！我哋睇到啲動物啊點樣啊人啊，真係好偉大。即係呢個就係神做咗放喺人嘅心裏面。咁而神咧就係、是、嗱，再講下我哋嘅神係點樣咧？根據呢個經文，用不同嘅方言，唔使驚㗎，放膽講啊！好痛愛我哋咯。係啦，好痛愛我哋啦。OK， 邊一方面嘅愛？無私。無私嘅喺呢個經文，根據呢個經文，特別係邊一種的愛呢？特別是這
呢個經文講開乜嘢咧？饒恕啊！饒恕係上下文講饒恕，但呢一度所講咧，呢兩節所講咧，四五節咧係特別講一樣嘢嘅，乜嘢？白白嘅係啦，即係唔使乜嘢咧，唔使做工，你唔係賺取翻嚟嘅，係白白嘅。因信就已經白白嘅。係啦，嗱有啲人話信咁都係做嘢啦，有啲人咁講。你覺得信係咪做嘢咧？嗱，有啲人話你都要信啫，你都要信喎，要做啲嘢喎咁。係信做嘢，信唔係做嘢。係神嘅揀選，同埋咧信得到咧，係聖靈嘅感動，唔係我哋自己，因為我有幾叻又幾有智慧，係因為聖靈嘅感動。係聖靈嘅感動，同埋信咧，我哋要明白，基本上信係乜嘢咧？嗱，用一個例子，即係我哋最先所講嘅例子啦。有一個人做咗殺人犯，殺人啦，跟住。法庭話有罪，不過皇帝話：我今日咧好開心，我今日結婚，所有殺人犯全部釋放。咁咧呢一個，即係呢個皇帝咧，當佢宣佈嘅時候咧，呢一個罪犯啊，佢需要做乜嘢可以得到釋放？佢需要做乜嘢？佢根本唔需要做咩嘢。所以信咧，其實基本上，我信皇帝講嘅嘢係啦。所以信基本上係乜嘢咧？就係、是、接受一個禮物，接受一個宣告，接受呢個事實，接受神嘅幫助，或者接受皇帝咁同佢講。其實信耶穌就係基本上係咁嘅。神啊，我要。咁所以咧，馬丁路德有形容信係乜嘢咧？好似個乞衣冇嘢食，咁你俾佢，咁佢攞，咁就係叫信。即係你俾佢，佢攞。咁佢另外一個講到信咧，就講到即係嗰陣時以前啊，就有啲寶女啊，個王咧就送一個寶女俾你，當呢座係寶女啦，係屬於你嘅。你唔去攞呢個寶女係咪你嘅咧？都係你嘅喎，不過你得唔到佢益處，但你一去到咧就係你嘅啦，即係你已經係送咗俾你嘅，即係屬於你嘅。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話係信就係乜嘢咧？基本上攞、接受、領受，即係人哋俾你嘅咁，所以呢度睇得到咧，就係神係一個白白俾我哋啦，而我哋咧信嘅方法就係領受，因為根本都唔使做工。嗱，有啲人就話咁信耶穌都要親近神，都要改變，那個係果子，那個唔係得救嘅方法，得救嘅方法就係信嘅啫。OK， 好嘅，睇落去咯喎。我得嗰啲方法就係信。係啊，就係信。但係呢個信咧，就唔係中國人所講嘅信嘅。信心。信，中國人所講信觀音，或者信乜嘢啊？佢哋啊，即係當然應該信觀音啦。佢哋咧就其實日常生活同觀音可能冇乜關係，佢除咗拜一拜嘅啫。拜完咧，即係可能一樣，佢嘅生活係冇乜關係嘅。但係我哋信耶穌咧，就係接受耶穌嘅救恩，同耶穌有生命嘅關係，即係佢成為我哋嘅主嘅，即係一個係攞禮物，但係亦都係同佢開始一個關係嘅。好啦，跟住第六節開始啦，六七八真係好好嘅呢個例子嚇，一齊再讀下。正如大衛稱那行為以外蒙神算為義的人是有福的，他說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，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。在行為以外什麼意思啊？即不是靠行為的，蒙神算為義，即他不是義的，但算他為義是有福的。咁即係呢度咧，睇到算為義咧係一樣有福嘅嘢嚟喎，所以佢唔係睇到話，哇算你為義，即係你唔夠好啦。佢個經文講唔係喎，呢度講係有福嘅。佢話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，這人是有福的。佢喺度 quote 詩篇所講嘅説話，大衛嘅詩篇啊，佢係能夠赦免其過遮蓋其罪，真係有福。
大家有時在這個時候坐到未必有什麼感覺，但如果你做了一件事，你激怒了你的老闆，激怒了你的丈夫妻子，然後跟著你的心就很重，死啦！我激怒了他怎麼辦呢？會不會炒魷魚呢？會不會我夫妻關係不好呢？然後跟著你的老闆知道你這樣擔心，不用擔心，沒事的，可以的， OK 的，可以完全饒恕你，你的心會覺得怎樣？鬆曬。或者如果你沒什麼感覺呢，你又不會覺得那樣東西那麼特別，但如果你已經重了很久了，譬如你在昨晚放工之前講一句說話不好聽的老闆聽，或者做錯一件事，跟住你就走了，那你知道老闆會知道的，跟住你那晚呢好不好睡啊？是不好睡，第二天你上班的時候你的眼會怎樣呢？睄睄他，看他有沒有生氣。然後呢，正常來說你應該走過去道歉啦，跟住個老闆說，或者甚至你想講道歉，他說不要緊啦，我知道了，不過我完全當作沒事，我完全饒恕你。哇，你的心會怎樣？哇，你真的很想找人慶祝一下，或者一起慶祝一下。所以大衛這裡講到這種開心，就是得赦免其過即過程罪的死人是有福。他說哇，真的很好的，哇，真的很好的，完全沒有罪的，真的很好的。也都講到跟神的關係，有沒有試過有時犯一些罪，心很重，很重，經常覺得自己真的很虧欠神，很軟弱，有沒有試過這種經歷？當你不舒服的，不舒服，自己責任自己的，其實也是聖靈一直提醒我們的。但是當你一相信神赦免你，有些人就是這樣的，求耶穌，耶穌啊，求你赦免我吧，同埋啦，我知道耶穌已經為我死，他一定赦免我的，有沒有分別？有什麼分別？第二個就很相信，第一個就根本都不太相信，即是希望，希望他赦免，但是你肯定的。所以其實呢，我們任何的祈求我都試一下用第二種方式，我知道神知道我的需要，未求以先神已經知道的，神是一定幫我的，神已經定義的，神會照顧我，好像照顧雀仔一樣會照顧我的，並且更多更多的照顧我的，這樣的時候呢，那個祈求就很 好了，即是很有信心了。同樣神的赦罪，我知道他一定赦免的，所以我很輕鬆的。這個呢就是一種相信這個經文的心態。好了，接著呢，主不算為有罪的，這人是有福的。我們看一看這兩個詞，第七節那裡，得赦免和遮蓋其罪的，他都用遮蓋，遮蓋讓你想到什麼？但是遮蓋罪，身上有一堆很污糟的東西，或者很醜怪的東西，跟住遮了，在神眼中就是神遮住，不看我這些不好的東西。好了，這個經文其實說了真的很好的東西，當你明白的時候，明白神的性情，大家可以形容出來是怎樣的。這先我們總括回這先說，非常白白的，白白的，只要我們信，信就是攞，相信就可以了，已經攞到了，是的，已經有的了，是不計你有沒有做到的，他的赦罪是不計我們有沒有做到的，不是說你做到之後的，是白白給我們沒有條件的，
係遮住嘅，嗰啲罪遮住咗嘅。當你咁諗嘅時候咧，我哋對神嘅赦罪就會好鬆喎。嗱，唔係代表你犯罪好鬆喎，而係話咧，你會真係話神啊，我真係唔想再犯罪。咁當然聖經亦都有教導律法，就係神嘅聖潔係好靚嘅，所以我哋都想行喺聖潔嘅裏面。咁我哋嘅心咧就冇指控啦，因為犯罪咧係會令到良心有指控嘅。咁當一個人真係咁相信嘅時候咧，就會點咧？呢個謝先所講嘅經文，佢就會日日都話：神咧真係赦免我，真係好中意我噶。而家咧見到我就好歡喜我，神咧係完全接納我嘅，完全提升我嘅。我一啲都唔使擔心我以往所犯嘅罪，求耶穌赦免就全部赦免曬噶啦。並且算為義添，喺神眼中好似耶穌一樣，即係。好似耶穌咁聖潔，以公義為袍給我披上，即係神咧將佢嘅公義遮喺我身上嘅，以致咧我好似新郎同新娘咁靚嘅，即係神嘅眼中咧，我哋個個都咁靚嘅。呢個就係聖經講到呢種嘅清義嘅妻，其實好好舒服嘅。但係我哋人咧總係會犯咗罪咧，就會覺得唔舒服。咁我哋就要話俾自己聽，我真係神咧，真係好錫好錫我啦。呢度咧就形容神嘅恩典啦。好啦，人嘅對比人嘅反面例子係點啊？係啦，人會督人嘅錯。一方面咧，呢個一種反面，即係人嘅對比，人係好中意督人嘅錯，同埋唔容易饒恕人嘅。逃避係咩逃避啊？逃避乜嘢啊？個人即係逃避一個犯咗罪嘅人，即係唔願意饒恕逃避嗰個人。OK， 係放大件事，大聲放大件事，係啦，放大件事。所以咧，你當你真係得罪一個人咧，係好乜嘢啊？好痛苦嘅事，因為佢會一路嬲你，一路嬲你，你唔知佢幾時先會饒恕你嘅，係好痛苦嘅事。得罪人真係好慘，得罪神咧。你就求耶穌赦免，當然罪有罪的後果，但是很不同的。所以這個一個對比，另一個對比呢，就是人呢是對於罪是很隨意的，犯罪很隨意。另一樣呢，就是人不太相信神的赦罪，這個就真是對比。因為這個經文想說我們可以很相信神的赦罪，但是基督徒是很難相信神的赦罪，總是覺得我要做一些好事。譬如這樣，你犯了罪，跟住有個人好需要你幫，跟住你幫完咧，就覺得舒服啲。神啊，我已經做咗啲好嘢啦喎，咁你可以赦免我。抵消。咁咧，其實呢個就係人嗰種嘅覺得自己不配，好難以相信一個無條件嘅赦罪而帶嚟後果。因為我哋如果呢個經文最主要就係針對呢樣嘢啊嘛，我哋唔係要做翻啲好嘢，所以神先赦免我嘅。我哋可以完全嘅接受神呢個無條件嘅赦罪。所以呢個講人的反面例子都可以有不同的方面嘅。咁人的正面例子可以是乜嘢啊？譬如自己因為罪而帶有的乜嘢咧？罪擔啦，跟住當在神裏面經歷到神的赦罪和平安的時候，嗰種鬆。我啱上個禮拜我同一個人祈禱，佢係有因為墮胎而有邪靈，咁佢咧就喺個滾邪靈嘅時候，佢個肚啊覺得唔舒服啦，跟住去胸口啦，去頸啦，去個頭啦，又個眼咧成日睇到啲 B B 喺度咁喺個胃胎裏面咁樣，佢就好辛苦。咁啊後來咧我就幫佢釋放，我話嗱你放鬆，相信神真係赦免你噶，神真係釋放你嘅，神真係愛你噶，你吹出嚟啦，佢放鬆啦。咁佢咧見到耶穌。我好開心啊！哇！我真係見到耶穌，耶穌真係接納我啊！耶穌真係赦免我啊！哇！我真係經歷到佢覺得好特別，即係真係一個當我哋睇到神嗰種赦罪，真係好開心。我哋每一個基督徒都一樣，我自己都係經歷過以前犯過罪，好重，好唔開心。但係跟住咧，知道神嘅赦罪，真係個心鬆曬。這個真係一個好大嘅呢個正面例子啦。咁如何呢？嗱，好多時人咧就會嗱，我而家我係拆開嚟同你講，你查經時你唔使咁講嘅啫，唔使話嗱，而家講人反面例子、正面例子。咁你問嘅問題可以就咁講。嗱，呢個經文我哋能唔能相信咧？人係咪真係相信咧？咁樣同埋人
點解咁難相信？因為大部分嘅人都係唔願意饒恕人嘅。而你得罪嗰個人咧，佢係會一路記實嘅。咁所以咧，即係好多人係咁，唔係個個都係咁。不過的而且確，世界上真係饒恕人嘅人係好少嘅。咁你就咁引導，如何咧？譬如有個人成日都話：，哎呀，我好多罪，我好錯，就因為佢唔認識神啊。更多認識神，如果神就一個，佢真係根本唔使你作工嘅，你唔使要做任何嘢，你唔使要跪喺度幾個鐘頭先赦免你，佢已經係事實，耶穌已經為我哋釘死嘅事實，已經赦免我哋一個事實，所以你只係接受呢個事實咧，你就可以好放鬆，哇！神就赦免咗。如果用一個比喻講，有個人犯咗殺人罪，跟住咧就攞咗呢個狗頭扎啊，將佢一扎斬落去。跟住一個咩呢、這個免死金牌一出，哇！一起身，哇！幾開心啊！免死金牌，即刻好開心，係咪？即係我哋都係咁啊！多謝耶穌。咁咧，大家聽完咧，未必個個都好裝滿呢種感激嘅心。呢種感激嘅心咧，係要由每一日都相信神真係好錫我，神真係好愛我，神真係好赦免我，神真係完全接納我，真係唔使諗咁多嘢噶。慢慢你就原來神的性格和人咁不同的，因為基本上我哋人就硬係覺得神咧好似人咁嘅，人咧你犯咗罪咧，真係你好難搞嘅，佢唔會赦免嘅。但係神咧，佢真係好樂意赦免，佢真係錫到我哋錫到窿，佢又覺得人喺最終好慘，所以佢成日都想救我哋。當你明白呢個神的性情，有冇覺得鬆啲啊？哇！其實以前咁多年成日喺度罪擔，真係唔需要喎，係咪？有冇 有時諗翻以前犯過啲罪啊？有㗎。所以你而家要話俾自己，罪擔全消，都唔使諗啊！即係多餘嘅，即係好似嗰個已經啊，準備斬頭嗰、那個有免死金牌出咗嚟啦，佢仲喺度諗，哎呀，仲喺度驚，其實都唔使諗啊，應該好開心，應該慶祝係咪？但係出咗嚟嗰人可能咗啦，哎呀。咁我哋其實有時基督徒都會咁，我哋就試下去翻呢個咁樣嘅狀態，因為我哋嘅神咁錫我哋，根本我哋唔需要喺一個咁重擔嘅狀態，個人咪鬆咯，成日都被愛，咁咪鬆咯，就唔會喺一種重擔嘅之下。因為當我經歷到神嗰種美善啦，經歷到神嘅愛啦，同埋當我明白聖經，當我睇聖經，我度度都睇到神嘅恩典。有時直接講，有啲係你由聖經其他講嘅。我越睇咧，我越覺得神咧嗰種性格咧係全世界都冇。我一齊講一次啊！神嘅性格喺呢個世界上揾唔到嘅。神嘅性格喺呢個世界上揾唔到。好人好似佢咁赦免人，好人咁接納人，咁中意我哋，咁提升我哋，咁睇得起我哋嘅。全世界係冇嘅。全世界冇。我哋就信曬神嘅性情。我哋信曬神嘅性情。希望我哋大家都日日都同自己講，咁你嘅心就會好鬆啦，就會好開心。就會有耶和華而來的喜樂啦。哈利路亞。哈利路亞。感謝耶穌。感謝耶穌。人始終唔相信的時候會質疑，咁你咪縱容咗自己去犯罪咯？你今次又話赦，下次又要再做又話要赦，咁你重複咁樣。咁點樣解答啊？嗱，呢度有兩方面嘅真理，一個咧就係神嘅恩典，一個就係神嘅戒命。神嘅恩典咧就係神嘅赦免我嘅罪。神的戒命和律法也都警告我們不要再犯法。是的，在罪呢，罪有罪的公價，順著情慾殺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。這個敗壞不是只有落地獄的，有些人他或者不落地獄，但他的生命是敗壞，即是很辛苦的，其實自己收回的後果的。那我們知道呢，就即知道這個警告，我們就提醒自己。同埋呢，的而且確有些人回教堂很久都可以是因為聖經講，耶穌話將來有許多人對我說，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趕鬼行義人嗎？即耶穌話我從來不認識你，是很多人有這個情況，所以呢是非常恐怖的。所以我們知道，第一就是恐怖，第二知道他都是有個負面的影響，還有發揮不到的。你想像一個人呢，天天去看黃色電影，跟著參加我們聚會，跟著去宣教，他宣教的時候想什麼？哎呀，我今天又看黃色電影。他根本沒有這個喜樂平安去做，是很辛苦的，是不能夠，因為光明和黑暗不可以共存在一個人的心裡面，即是你一定要
真係卸罪放低個罪，你先能夠有極大嘅光明喺心中。但係我可唔可以咁講咧？其實喺聖經譬如啟示錄，即係成日話俾你聽，其實死後必有審判噶嘛。咁如果我哋經常，就算你有得救嗰、那個名分，但係你個生命係冇嗰個實質嘅時候，其實都審判嘅時候，其實都一樣知道㗎。是神是會知道，同埋有啲人係會因為呢個而得救，因為聖經有講到呢啲，即係有不同嘅經文講到呢啲人不能承受神嘅國，係可以失去救恩的。咁咧，所以呢個係可以有一個好嚴重後果，可以唔得救啦。但係除咗唔得救之外，譬如有啲人係得救，但係咧佢可能佢活得苦啊，活得冇喜樂，亦都唔能夠發揮，就變咗佢嘥咗佢條命。即係我哋可以有不同嘅方法鼓勵佢嘛。第一就係話。可以沉淪的，所以保羅都講到，佢話咧，免得我傳福音給別人，自己反被棄絕了，我攻克己身，叫身復活，即係基督徒都可以有呢樣嘢，唔好以為自己得著嘅，係一定要攻克己身，即係處理生命嘅，可以失去救恩，同埋失去喜樂，失去生命嘅力量同埋意義，即係不同嘅原因。但係係咪咁？所以我哋將個恩典講細啲好啲咧？是不是將個恩典講細啲，等啲人唔好咁隨便犯罪咧？唔係嘅，恩典永遠都講得咁大，永遠唔好將恩典減少，或者驚呢啲人再犯罪咧，就將個恩典一樣要講大，因為佢講大嘅時候，佢就睇到耶穌咁錫我，點解我會犯咁嘅罪咧？這個另一種方法嘅咧，耶穌咁赦免你，你諗下嗱，你假設你因為你做錯事，令到公司蝕咗10,000,000。蝕了10,000,000，跟住你OK 翻到去嘅時候，你個老闆居然話唔緊要，佢嗱買保險咧就有作功啦，即係有作功苦嘅代價。但係佢係真係蝕過10,000,000，但係佢會同你講我因為睇重你，所以我話算啦。俾機會你再揾得2,000,000。哇！你會話好啦，咁我再呃多我老闆多啲。你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人，是不是？如果真的人覺得神很好，是不會隨便去犯罪，當他真體會神的愛。但是我們都要需要不同的教導，剛才講了幾樣東西，不同的程度的提醒和警告，還有實際上行神的路是最開心。為什麼呢？那些人以為最終就有最終之樂，但其實呢，平安喜樂，神的平安喜樂是遠超過這種最終之樂。咁希望呢個經文啊，亦都大家開始睇聖經嘅時候啦，用呢個心態睇啦，你就會睇多好多嘢。你問呢個經文講啲咩神嘅恩典咧？咁你越睇咧，你嘅人就越裝滿，你越裝滿，你就日日咧就好似喺天堂咁樣噶啦。